见到了吧？现在就打。大哥，现在咱们得听他的。 田队员，就在这儿打。你告诉他，秦和公安局的谭继平今天晚上要会会他。就这么说。行，就在这儿打。 立即定位。是。电话已接通。博士，是我。事情办得顺利。东西呢？就在谭局长的手里。很好。可是他不给你。他说他要亲自见你。这可不是交易的一部分。喂，我是谭继平。 谭先生，如果今天晚上你只是遥控不露面的话，恐怕你拿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既然谭先生一定要当面交给我，那我自然也不好推辞。你把电话给杨先生，我让他带你来我的驻地。好，你记住，千万不要跟我耍花招。喂。 拿到东西，杀了他。谭女，他同意见面。好，拿去。有警察！ 杨大元，把枪放下，谭女。你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长时间吗？13年。知道。13年前让你跑了，是我的失误。 Thank you.
看呢。快点啊！停手！停手了！